歡迎各位嚟到張福源跑馬4:0嘅頻道啦！嚟緊3月19號咧，就有兩場大賽啦，即係過咗香港打比日啦嗰日就。另外咧，短途速度系列咧，亦都係第二關嘅嗰場嘅女環禧杯啊。係啊，女環禧杯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咧就初步我哋睇完啲報名馬啦嚇，報名表啫嚇，好初步好初步報名嗰啲馬嘅陣容啦。咁即係都會我哋都喺度講下先啦，張生我哋。首先講下啦，即係比較特別啲嘅地方打，我哋舊年都。噏過噶啦，香港打比大賽個比字中文個字咧有個口字邊加個比，話點都冇意義。呢個字根本冇意義咯，譯音啫嘛，簡啲咁啊，用打比咪算咯，係嘛冇所謂。咁都話大家個度都唔同嘅，譬如 DERBY 就因為 Derby 就係一個英國嘅一個郡嚟噶嘛，咁佢喺用正式嘅英文發音叫 Derby 嘅，所以美國人叫 Derby， 但美國英國人話唔係呢個。英文是我哋咁啊，但地方我哋中意叫 Derby， 咁咪 Derby 咯，冇所謂。全世界亦打比棍噶啦，係嘛係嘛，兩個都冇咗個口字噶啦，冇就唔需要啦，唔緊要啦。咁啊，總之但係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地方要指出啊，打比全世界都咧係分開階段報名嘅，佢哋香港又做足嘅第一段階段幾個月之前就交好少錢。留住位先啦，即係叫留位啦嚇。咁啊，跟住有第二階段，第二階段咧就加入又得。留位費多啲。如果你第一階段冇留位咧，第二段咧就雙倍價錢。即係總之，如果第一個階段咧，如果睇翻馬會資料，就24,000元第一段報名。咁然後咧，如果你第二階段再報名咧。嗱，嗰度殺咗你噶，你自動退出就殺咗你噶啦，我冇用啊，24,000元，幾廿隻都加埋都係即係收税啫，係嘛，冇乜用。咁第二個階段嘅時候咧就48,000元雙倍啦，雙倍。咁又係啦，調翻轉咗第一個階段你唔報名嘅話咧，就唔係交48,000加24,000，而係48,000嘅雙倍。即係96,000，哇90,000，即係多咗24,000咯。即係你第一個階段唔俾24,000，你諗住慳啲咩？唔得，你要追，不但只要你個24,000俾翻，仲要再加多24,000。咁啊好啦，然後咧跟住咧就我哋叫做出咗個正選表，你要報名啦，你決定去，你係正選啫，我唔報名都得噶，係嘛？啱唔啱啊？咁啊，最後我決定唔報名都得噶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到報名啦，即係呢個禮拜即係賽前一個禮拜俾錢咧，就係48,000乘五倍就24,000。嗯，咁啊加加埋埋炒買碟幾廿隻馬之後咧，加加埋埋咧啲估計咧都收咗報名費都有幾百萬，接近1,000嘅，即係其實曬埋咗了。實咗個俾獎金啊，幾好喎！但問題佢嘅獎金係2,400萬，唔係啊？咁你馬會俾少多，俾少啲啦，咁啊就你第一輪真係好多噶，幾十隻嘅見親你嘅時，幾十隻，因為你有時見到嗰啲咧嚟到即係啲落，可能地都未落，或者係名都未有，又已經同佢報定先噶啦，24,000啫嘛，好濕濕碎啦。嚇！佢好多嘅真係見親，十隻幾十隻，五十隻都係120,000啫喎，都唔係好多啫，就都好過冇啊。咁啊，但係你其他的香港賽事的報名費是幾千元的而已，或者是千幾元的，那些這些是萬萬聲的，那你就說富貴人啦，啊還有不過就這樣說收税啦，你買就買了幾百萬了，你報名了是吧，是吧，我就不相信這裡有還有那些100多萬買那些正選，是吧，全部都是吧，全部都幾即係好啦。如果你 PVC 贏到，去可以跑到打比，你執到好多獎金㗎啦，所以都唔介意啦，係嘛咁但係如果你係自購馬嘅，咁你直接開白費幾百萬，你跑多場打比20多萬、30萬係好濕碎啦。即係有得跑已經開心啊，就唔好講贏啊嚇。咁呢點要講啦？咁而家打比咧，初步咧就係、是大家就跑完之後咧。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經典杯三甲馬都係84分，咁啱贏1,600米，另一場永遠美麗都係84分，咁即係話咧，淨係得一隻馬路係100分嘅，全部都係90幾分馬，咁個水準唔係好高㗎啦。咁到時，但係點解我哋唔咁快講住呢？因為2,000米咧，我哋上一集咪講個檔位嘅，2,000米係檔位最重要嘅檔，係直接一出集轉彎啦。2,000米一檔係好着數嘅，如果你嘅馬唔係。即係譬如呢、這個簡單嚟講，新力高升執一檔咧就掂嘅，因為佢只馬係細細粒
係跑一段追嘅，咁、嗯、啊好好跑嘅。咁啊，但係調翻轉啦，如果永遠美麗執一檔啊，就唔恭喜佢啦。因為永遠美麗咧，我即係睇翻全兩邊之後咧，詳細研究佢嘅步，即係已經有印象啦，現場見過，亦都係喺電視嗰啲片都見，成日見啦。但係你詳細睇咧，就係、是、永遠美麗係即係步大軍速馬嚟嘅。如果你佢排一二檔啊，慘啦，放頭未必到。你手內難又唔好跑，一定我覺得呢馬最好就跑二搭。即係如果我自己做電馬師或者馬主咧，永遠美麗最好就執七八六七八檔，咁、嗯、出閘之後全程咧我就居中二搭嚇嚇，咁、啊、就好跑啦。咁如果執十四檔點跑？到時先講啦嚇、啊。即係總之咁講，因為出足十四隻噶啦嘛，係嘛？咁你真係個檔位好重要噶嘛，咁所以就到時先講啦。咁即係又講翻，即係有如果你有馬大超班嘅。幾多檔都贏㗎啦！但係今年冇大超班啊嘛，係嘛？冇軍勢啊嘛，咁即係我哋十年前嘅笑話啊嘛，澳門打比啊，聯一永勝啊，執十四檔啊嘛，當時我淨同啲誒使乜驚十六檔都贏啊，都唔係嗰班都超兩班啊嘛，咁冇所謂㗎嘛。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，而家大家都八九十分啊嘛，成堆喺度啊，成堆混戰啊嘛，咁到時就要講檔位啦。咁所以攞睇埋最後配搭同嗰個抽檔先至有得估噶啦嚇。咁、所以而家我哋咧配搭就差唔多都好多都知噶啦。不過其實個檔位係真係個影響大，即你二千執住個十三四檔，你都唔知點跑真係。係啊，係除非你超巴馬，真係你就唔係你留後。如果你有馬啱留後跑就得啦。係啦，即係淨係爆一段嗰啲就都冇乜影響嚇，影響不大係嘛？仲有十四檔快極都吸唔到埋嚟啦，你點埋到嚟咧？真係有時真係嚇，真係特別啲馬，即係咁高班嘅馬咧，即係你好難用你嘅即係個速度可以咁冚過曬裏邊扎馬，又係好難。係啊，真係好難搞。所以咧就其實即係講翻啲歷史事件咧，喺九七前咧，阿將軍啊，或一位敬神將軍咧，即係親口去。專登叫我幫佢做個訪問嘅，你訪問我因為有啲嘢要講，咁我訪問啦。咁啊，佢話我哋點解我堅持打比唔將香港打比由千百米升上二千米咧？佢話唔公平啊嘛，嚇唔公平啊嘛，一出閘、即係你一定要相對公平啊嘛。咁啊，你呢個二千米係最唔公平嘅路程。咁一失，如果你普通個賽事都冇所謂，大家橫掂跑讓磅都唔公平噶啦，咁冇所謂。但一級賽一生一級賽，我做馬明明有機會贏嘅咧，你執我執個十四檔，有隻本來應該輸我兩個馬位嘅馬，應該跑嚟三四嘅執一檔贏咗，咁啊即係有違嗰個打比嘅原意，優勝劣敗原意咯。咁佢話佢反對我，當時已經有輿論壓力叫佢增程嘅，佢堅決咧死都唔肯加，佢原因係咁樣咁。我佢唔係因為我訪問佢，而係我作為一個賽馬人，我完全都明白嚇、所以我香港杯有二千，其實真係根本係唔啱嘅，係咁噶啦。呢、這個現代即係將軍之後嘅主政人咧，對賽馬嗰個投入同埋嗰個認知係爭啲嘅嚇，因為將軍咧。就應該咁講，將軍當時嘅 CEO 就易做啲，因為根本香港馬會冇咁大啊嘛，賽馬就係佢好主要嘅嘢，咁所以可以兼顧埋波啊，而家各方面啊嘛，咁佢嗰個機構又大咗好多好多嘢，佢所做嘅嘢都多咗好多多嘢，員工亦都多咗好多多人，咁所以個要求又唔同啦。但純粹計阿將軍嗰啲，因為係真係本身好中意賽馬，香港賽馬會以賽馬行先，咁佢嘅見解就話我反對二千米做打比嘅，咁唔緊要啦，咁咪已成吹咗廿幾年㗎啦。但係佢唔諗住做二千二咧，即係嗱二千四你就話可能係可能太長啦，其實最好二千四添啦，你諗下個起步點？哦、啊，咁啊唔會嘅，因為二千四香港即係好多馬唔跑得㗎啦，係咪？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好啦，中間落墨咁二千二都相對公道啲啊，起碼多二百米俾你埋嚟啊嘛。咁點解即係乜係都個轉彎位我都唔明白。以前咧，當略為多二千米嘅時候咧，係你或者希望你仲記得有2050啊，
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嘛，係啊，因為太近嘅起步點啦，因為譬如 C 跑道、B 跑道啦，咁直情係唔掂 ，A 跑道勉強都仲多翻幾步先入位啊！即係如果你係用 C、D 跑道嘅話咧，一出閘開完步，即刻已經要轉彎㗎，係啊！咁所以曾經有一段時期有2050米㗎，嗯，咁但係而家都唔理㗎，因為根本都唔。2000米一年都跑到幾長，你唔會自己整本自己喺C 跑度整場2000。但係佢最慘嘅大賽係排偏2000啊嘛，即係如果你話我大賽都唔係偏2000嘅，咁就話啫。係冇錯。喂，咁你喂最重要嗰啲香港杯，你都真係偏2000。嗱2100咧都其實2100都夠啦，譬如簡單嚟講，掹長即係第一Flemington啊，費明頓馬場嘅打比係跑2500米多百米，因為係就係要就啲彎位咯，係咁解啫嘛。其實多百啊嗰啲冇所謂嘅。咁你最近睇中東啲賽馬打比都係1600米都有啦，係嘛？美國嘅打比各個州咧，視乎佢嘅馬場嘅形狀，度度都唔同路程嘅，係嚇，多數嘅大概係1800至2200之間啊，因為純粹因為啲轉彎嘅賽事係要試個馬場形狀嘛。喂，而家講緊打比嗰啲，因為源流喺英國大家都知道根本個馬場大到離曬譜嘅。啊，或者甚至可以咁講新市場咁，一條長2000啊，2000米直路啊，點跑得啊？其實係嘛啱嘛，係啊。咁所以就係唔好所謂，但係問題就係既然轉彎嘅話咧，我覺得有少少做作為改咧，都冇乜所謂啊。人哋唔會笑你嘅，改啊你2100咯，冇所謂噶嚇，2100咯，冇錯冇錯。即係咁介意啦，其實係啊，要2000啲沙地，我仲記得有1575係啊，嗰陣快活谷1235咁樣，咁係冇所謂嘅喎，成啲嘢。啊，簡單嚟講，順便咧，嗱呢個香來講啊，以阿應總裁咧就絕對唔會考慮㗎。我如果我做係賽馬人咧，我由今日開始正式取消沙田2200米，佢哋已經冇跑咗多年嘅，你仲有記錄喺度做咩啫？取消2200米啦！你橫掂香港平都2400嘅啦，你取消以後咧唔要2100、2200嚇，淨係2000同2400啊，2100同2400係啦，得咯，啱唔啱啊？好科學化喎，由1800米去到2400米，每隔300一個路程喎，啱唔啱啊？不過佢哋唔會諗呢啲嘅，因為現代嘅主持人根本係佢對賽馬嘅投入同認知好低，應該講曬嚇。同埋咧，大機構冇人想改革嘅，冇人想改革嘅，因為改革咧就改革話好就好啫，改革唔好俾人哋坐啊嘛。所以嗰啲中上級永遠唔會 propose 嘅，係嘛？一定係由最高嗰兩個人決定噶啦。咁啊，嗰兩個決定有咩事佢哋負責亦都唔緊要啊。如果中上層有邊個人 propose 出嚟有咩事？即係好地地走去轉嗰啲咧，點解你出咗事就話要諗啲補救方法啫？如果好地地又冇乜特別嘢，喂，咁覺得你唔好彩，執過14度唔關我事噶嘛，係嘛？咁咪當你讓佢半臂咯，當佢係嘛？嗱，如果你話2000，你跑啲普通嗰啲中班 handicap 啦，咁你優勝劣敗就冇乜所謂，即係可能真係靠個班有實力可以彌補翻。但係如果你跑啲全部有啲一級賽啊，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賽事喺呢個路程，就係打比一生一次啊嘛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就係點解主理人會咁樣諗？呢個冇咁緊要啦，呢個已經20多年前話黃志剛時代已經決定都係咁樣噶啦，做開你黃志剛係咁就跟住你轉都仲會改噶啦，唔緊要啦。早間簡單嚟講，我第二場你女王銀禧紀念杯啊，嗰即係笑話就係嗱，佢一級賽有六個獎金，一至六名嘅有嘅。佢報名費睇翻咧，佢就係12萬元報名費。但係咧跑第尾咧，即係而家一周六隻馬啊嘛，跑第尾都24萬，即係有錢賺。哦，咁你又唔冇，因為你仲要俾拆騎費啊，同埋馬房啊，嗱，七騎費騎師啊1000多元，2000元啫，好少啫。馬房咧就佔5%。騎先嘅 percent 啊，唔係啊，馬房 ，sorry， 馬房同埋練馬師每扣10%，即係其實練馬師9% 嘅，即係唔好理啦，10%啦。咁啊，而個騎師5%，七五折收24萬，都代表18萬，都可以養，即係當一個月養馬費啦。好啊，初步報名之後咧，
得六隻，延期報名都冇辦法加入，都冇辦法加入咪就係咯。喂，理論上如果我係喂，我出去搏贏一隻嘅啫喎，即係我係第二班馬，我而家係我唔想跑包尾，嗱我知道自己冇得贏噶啦，我全部嘅策略就係想跑贏一隻馬啫。其实不好难的是不是明白，当然你梗家找第三班马去梗不得啦，但简单来说你有只夏威夷在这里，是是夏威夷多了赢我的，不过问题如果夏威夷跑错我吊着夏威夷来跑就过一只马而已，那就有机会目标，譬如这样说因为这场就是大家知道啦，報名就加州星球咁啊，金鑽貴人兩隻，美麗共享嚇，係嘛？幾隻咁你都咩？同享仲另外仲有咩？仲有呢個福日，咁大家睇水呢樣好玩噶，都六隻馬有兩隻就冇乜機會，嗰四隻應該點諗咧？四隻得嚟，美麗同享其實根本唔係好差嘅，不過問題咧，如果潘頓唔騎咧，就大家都認為咧係未必搞得掂呢只馬嚇，咁啊就變咗剩翻，波文又搞唔掂，唔知啦。咁總之即係未必一定。即系唔系一定系，未必搞得掂咧。但潘顿一定唔骑呢只噶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啊变咗而家点样咧？咁到时配搭先讲啦。但系佢系好有趣味嘅一场赛事，吓吓嗰三只三四只咧，有两只唔使睇啦。但系个三四只马少边只带头，用咩步速跑？大家真系唔知系嘛？咁你会唔会大家步行咗一千米，净系跑上四百咧？咁大家唔知噶，真系。不過始終你加星球都應該都喺前面㗎啦，你冇理由手波蝕啊！真係好似又嗰場揾只美麗同享出嚟搞，咁但係金鑽貴人放過你㗎嘛，金鑽貴人實吊住你跑㗎啦，呢場好明顯，好有趣㗎，呢場好好睇㗎，因為咧咁講咯，打比好睇嚇，打比就十四隻好睇，好兩三隻好啲，但係二線馬都一紮嚇，但係呢場六隻馬就有兩隻唔使睇。但個三四日點樣跑法互動呢，就是一場好好睇嘅賽馬嚟嘅、啊、所以馬少唔一定唔好睇㗎嚇。唔係，但係馬少唔好賭啦，變咗。咁但係而家又唔係太唔好賭喎，而家有四隻好接近嘅喎，你用邊樣？但係點撈咧？呢個就係最麻煩。啊，你太近啦。唔係你揾膽喺三隻嗰度，你可以話我中意福日衛冕，我用佢做膽又得。啊，高白收好難贏馬嘅，好恨贏，你揾做膽又得。你話金鑽貴人起當起。好犀利，我揾佢做胆得，点解最话唔系？加州星球潘顿拣我揾佢做胆都得，咁你大家有一拖二、一拖二、一拖三嗰、那个变化喺度，个头转咪都有啲咯，系嘛？咁你何况有啲人又中意买下单 T 啊、三重彩啊、二重彩啲，其实六隻马有均势就得噶啦，就吸引到头注噶啦，即系唔会话太少嘅，系嘛？系不过系，我又唔相信头注会少嘅。不過喺投注角度就有啲困難，一直都即係同埋啲賽事太均勢啦，你係好難去選取。當然你話、我即係一定好覺得嗰只一定係揾膽嘅，咁梗係容易啦。但有時候正如你所講，你左稱右稱，啊呢只又好似係幾好，嗰只又好似又唔錯咁樣，你變咗咧，你硬係你唔知揀邊只。做膽啊，或者，但你撈運又好似又反本喎。哇，唔係喎，你似三角可能都有魅力嘅喎。都唔奇，因為除非可能啊，不過計下條數啊，原來我撈運都中嘅，咁咪簡單啦。啊，譬如簡單嚟講，我買三注最奀嗰條得$45，最好條有$60，咁你都嚇咁你我唔理你嘅，總之你任你開啦，咁樣咁就冇所謂啦，所以都唔緊要嘅，只要咧馬少。不要太過實力員執在一邊就可以了，好啦，咁啊，總之一切留待啦，就嗰日即係排曬位之後，排曬位先講，再講位啊，啲就曬檔位，曬所有資料之後咧，咁我先再詳細分析呢兩場賽事啦。咁我哋都幾有趣味性嘅呢兩場賽事，係啊。咁我呢度傾住咁多先啦。咁啊，歡迎各位網友繼續訂閱我呢個免費頻道，同俾一啲鼓勵嘅 like 俾我哋，亦都歡迎成為我哋嘅收費會員。成為收費會員嘅方法係可以睇我哋 YouTube 嘅文字描述裏邊咧有條 link， 我 click 入嚟咧就可以知道點樣成為收費會員。成收費會員嘅頻道咧，我哋係會現場再做呢個海外賽事嘅直播啦，另外亦都會即係一啲即係即場提供一啲 tips 啦，另外咧亦都會喺本地嘅賽馬日咧，咁張生會喺每場睇完沙圈之後咧，就會有嗰、那個即係 WhatsApp 嘅出嘅一個即場嘅提供嘅，咁我哋就傾住咁多先啦。